家好，我是 Caro， 就趁我屋企人唔喺度听嘅时候，话偷食啦。我哋今集就拍偷食，系啦，我哋攞嘢食，但系呢啲系好普通嘅食物，系啦。但系我觉得一包饼唔紧要，我哋一包饼都照食，噔噔噔噔嘅呢包，好似碎晒咁样，系咯。碎曬，冇張紙巾先，啲碎曬，係咯，錯。你睇我食啦，我攝影師幫我拍，我自己拍嘅啫，係咯，我都食嘅啦，我食得，我最後一包我都食埋啦，食埋最後一包，啊正！我香士多啤你味咯，依個一個威一個威化餅係幾威化，係好香士多啤你味咯，我都好幾耐未食過啦。好耐啦，哇！摸唔出嚟，摸埋摸埋，哎呀，唔緊要，碎跌曬落嚟啦，唉，我頂唔，我頂，我嚟廁所先。有早水的嘛，好啦，我哋開始食嘢啦，好香士多啤梨味咯，咁講，好味，但個士多啤梨味咧就係少咗少啲嘅比較，但係好味嘅塊餅，我覺得，好味好味，有呢個餅好味，我建議大家買，但應該好多人都食過。唉，仲有一人煎級咧，係啊，我記得係8/20/16好味，啊好味。我真的建議大家去買，我真的是費錢，這個餅冇得好味，我之前本身諗住買其他味，因為佢有檸檬味，有檸檬味，我覺得應該換一換位啊，我想。
個位會好啲啊。睇個面會比肉虛喎。嗯，好味。嗯。嗯。我们。我们。嗯，这个饼呢好甜的，好好甜，但又甜得嚟有少少士多啤梨味又好味，你闻下会好香咯、啊。嗯，嗯，真系好味啊！我最喜歡這個餅，從回憶來的，因為我還是我九歲，今年是八月，不知八月二十幾號上學，是四年級當四年級的話，因為我不知道記不記得說童年回憶，但是我是由小吃到大的這個餅，嗯。嗯，真係好味。好味啊！落曬手先，有辣辣喺手。嗯。等我食，哦，食曬啲嘢咯，哦，好，我哋今集嘅偷食片段系，好啦，我哋今日嘅偷食嘅呢条片，我哋系时候同大家讲拜拜，好，我哋下集见，拜拜。